哇吼！ 你爱我吗？<笑>OK，这个绵羊好可爱，可是他出来也说什么呢？他出来先做好，跟他问的好哎。还有哎，这个因为是新过年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没来。<笑> OK， 开玩笑，可是马上给你。我们要开始要剪羊毛，顺便呢要让他注意一下，剪羊毛之前误会说是剪残人的工作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可能先让我们的羊妹妹呢保持在一个角度，让他坐安稳下来。哎。 这样呢，他利用双脚来控制羊妹妹行动哦。哎，为什么没电？哦，OK，好。拍照哈。来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剪羊毛的做法。我们这是抓的这个羊，重点就是让它很舒服。所以剪羊毛从哪里开始？最开始。好，<笑>剪羊毛要先从肚子开始，因为呢，羊妹妹她在草地上活动，累了就会趴下来休息，所以肚子的毛比较脏哦。先把 肚子呢跟屁股周围的毛先剪下来，这个工作在国外真的夸张哦。先把它剪下来做分类，并不是不要，而是它价格比较便宜。那至于怎么剪羊毛，有两种工具。哦哟哟哟哟！一个是我手上的手刀剪哦。OK，拍手，这个羊，你不爱我？OK，开玩笑，这个羊可能我就是有点紧张，可是不要把我们再来让它比较舒服一点，它不会踢。 其实哦，羊妹妹要剪羊毛，有时候有些羊妹妹会紧张，所以也可能现在就必须要用双脚来控制她的行动。等一下来介绍她身上的装备哦。那首先来介绍我手上这个东西，叫手刀剪。手刀剪呢，在国外已经有200多年历史，到目前还是有部分的牧羊人会使用它来剪羊毛，因为手刀剪有一个好处。 剪刀在剪羊毛的时候比较不会贴近羊妹妹的皮肤，所以剪完之后可以保留一些羊毛在羊妹妹身上，所以像下雪寒冷的冬天，使用手刀剪帮羊妹妹剪毛，羊妹妹比较不容易感冒。纯手工剪羊毛，手刀剪一天大概只能剪个100多头，可是100多是很小很少。各位，为什么呢？这节快很多，对不起。其实格兰先生说使用电剪哦，正常牧羊人使用它一天剪个300-400头绝对没有问题哦，而且每一年牧羊人都会举办剪羊毛 比赛，目前的世界冠军一天可以剪掉800多只哦。可是我比较厉害，我是台湾 number one， 因为我一个人一天几只。葛兰先生，你不要看他从小在纽西兰长大，他的家里就在做这个牧场哦，所以从小学了一把功夫，而且来台湾创立的绵羊秀已经有20多个年头过去了。你看，光是凭这一身功夫，嘿，赢得了台湾 number one 的称号。这么厉害的台湾 number one，一天可以剪几只呢？两只。 人家还给你鼓掌，你看这两只，哎，其实这你好意思讲，哎，你自己都能敢介绍了，我为什么不敢讲？葛兰先生他在剪羊毛，就从以前开始到现在，就是早上一场跟下午一场，一天保持2只的记录。可是为什么这么臭屁讲台湾 number one？ 因为台湾好像除了亲近农场，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在剪羊毛。我希望你来这边留，不要误会了。剪羊毛是很残忍吗？这个羊很残忍，我们在这边我被抓了吗？ 你没有了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葛兰先生用双脚，也不用大力的去控制羊妹妹行动哦。它只是一些技巧的问题哦。而且呢，绵羊哦，它不是大自然天生的物种。早在11000年之前，人类为了要保暖，才将盘羊跟白羊这两种物种哎去结合起来产生的绵羊。 绵羊呢，就是要取代羊毛来保暖哦。如果不定期剪毛，除了有皮下分泌物，还有寄生虫的问题以外，接下来哦，它身上的这个羊毛一直长，会不会有重量？会哦。所以呢，这个羊毛就足以去影响到我们绵羊没有办法自主行动哦，甚至呢，可盖住眼睛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路。在纽西兰南岛葛兰先生的故乡呢，就有一只这么出名的绵羊，它的名字叫做 Shrek，你有空可以去Google查一下，Shrek当初为了躲避牧羊人剪羊毛，在1998年逃跑，在2004年找到他呢，6年之间长了将近27公斤的羊毛，创下世界纪录，是澳洲的43公斤的克里斯哦。讲着讲着，2分半30就到他已经把大白天空中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哦。哎呀，开玩笑，各位不需要鼓励我，要鼓励塞子是这个羊，为什么？看好喽，他这个羊毛，很多羊毛有没有？很多呢。 这是这个是小半夜事件，小朋友，羊毛可以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要问一下，因为这边这个叔叔有很多交朋友在那里。来，有没有人知道羊毛？我们征求几位小朋友，有没有小朋友答案的？来，我们首先放下来抢答一下，好的，来，我数一二三哦，看谁比较快。1、2、3，来，这位戴眼镜粉红色背心的这个妹妹，雨璇，啊，雨璇，杨若如，<笑>你说什么？
哦，衣服哦，开始一路就往下冲哦。现在呢，我们七里农场最出名的绵羊瀑布产生了、哦。来，羊妹妹开始往下冲，那你介绍一下猎远牧羊犬的特性哦。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使用叫声在赶羊，那因为体型大，叫声洪亮，赶羊的速度也非常快，说那时迟那时快，已经赶到我们葛兰先生前面的草坡。连到这里，先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、哦。因为我们羊妹妹要通过我们两片窄门，就是这个木板的中间哦，叫窄门，而且通过了幸福桥，一路哎要回到我们舞台区这里。哎，帅哥，您的工作来了。哎，刚刚要分嘞，跟你故意跟你讲比较快，来，两只手握这个两个门把，不要放哦，把三只剪过毛羊妹妹跟你关一起，黑色羊妹妹哦放在空篮里。第一只黑色羊妹妹要进来喽，那其他羊妹妹让它从中间走出来。这个工作在国外称为 drafting， 两只手同时握着两个门把。要非常精准快速帮羊妹妹做分类，这个分类工作呢，因为呢我们的分类里可以快速帮羊妹妹分过三点，先小心的不要夹到她的头哦。这个分类工作呢，其实哦它可以快速帮羊妹妹分过三点，所以里面呢不管你有公羊母羊成羊小羊甚至黑羊白羊哦，都可以使用分类来协助牧羊人工作哦。那我们帅哥呢？哎，现在已经抓到了一只我们的剪过毛的羊妹妹，还有两只黑色羊妹妹哦。这个工作他虽然第一次做，做得相当的不错、哦。那等一下你有兴趣，也不妨可以来赛。哎，帅哥，那只只是黑，它不是脏哦，不是，它是脏不是黑哦。那这个工作，等一下你有兴趣，不妨可以到前面哦来尝试一下。那分类里呢，其实像在纽西兰，绵羊数量比人口数还多。有时候呢，帮羊妹妹做这个疫苗哦，施打，甚至灌食驱虫药，有时候甚至做健康检查，都需要仰赖到分类里哦。那我们帅哥呢，哎，现在又分类的到了这个黑色的羊妹妹，为什么要这么分类呢？其实我们农场的这些白色的羊妹妹，它是我们的主力绵羊，叫做颗粒带绵羊，而我们这些黑色羊妹妹呢，是我们之前农场的黑肚绵羊哦。跟我们农场的颗粒带绵羊混种，而且非常可爱，所以就让它掺杂在我们的表演羊的这个群体里面。讲着讲着，我们帅哥呢虽然只有抓到一只剪过毛的，也相当不错了、哦。来，我们还是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、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把所有的羊妹妹哦，先赶到我们的围篱里面，因为刚刚远距离哦，葛兰先使用牧羊犬在赶羊呢，大家对牧羊犬的工作性质应该还没有看得很清楚，所以现在近距离要展示给大家看哦。OK， 各位，这个 Huntway， 这个是纽西兰的品种，所以我们很荣幸给你看。这个 Huntway 从纽西兰坐飞机过来的，可是到了台湾，他以为是在纽西兰，因为一模一样。纽西兰，请进，来，请，别紧，别紧。OK， 这个 Huntway 你看得出来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位置Huntway 就是 push， 可以进。葛兰先生现在使用 Huntway 在赶羊哦。我们刚刚介绍的 Huntway 是用使用叫声在赶羊。大家听到 Huntway 这个 Hunt， 应该对英文哦，大家会想到是不是打猎的猎狗？其实 Huntway 的 Hunt 在英文的用法上，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用。喜欢你的鼓励，超过。OK， 开玩笑。可是这个羊接下来有一个好玩，它从你旁边，你要冲了过去了。所以各位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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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牧羊犬非常有个性哦，工作一半的不是喝水哦，它还会自己去泡澡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进先去泡澡了，回来归队回来工作。那我们现在把羊妹妹赶到旁边的休息区稍作休息一下，再接下来要介绍另外一种品种的牧羊犬，叫做引导牧羊犬 Hitting Dog。 那我们先让我们的羊群呢到旁边的休息区稍作休息，经过大家面前的也先不要喂饲羊妹妹哦，让羊妹妹可以顺利的到旁边休息区稍作休息一下啊，不要影响到接下来的表演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牧羊犬呢将羊群给赶出来了、哦，哇，跑得非常快哦。来，我们掌声感谢这群可爱的羊妹妹，谢谢他们今天下午绵羊秀的配合演出。那葛兰先现在在场上还留有三只的这个绵羊哦。OK， 各位看一下，是什么 hitting 什么意思 ？OK， 我们一个情况，我是牧羊人，我的羊在外面，哎，有什么赶回来 ？OK， 我可以推哨子 ，Come here， 过来，也没有用。可是我有一只牧羊犬，所以赶回来很简单，推一个哨子。葛兰先使用牧羊哨来驱使牧羊犬工作，因为哨音频比较高，传递的距离比较远哦。不同音调代表不一样意思，牧羊犬会依照哨音的指令来驱赶牧羊犬。可是所有的牧羊犬在工作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它的天性哦。
Wilson 非常喜爱工作，而且呢，你。Coming, I hope you like the show. My name is Grant. I come from New Zealand. 这个是纽西兰来的一个表演，又类似纽西兰，所以我希望你来这边有不是一个表演，是一个经验，一个 little taste， 一个 taste of New Zealand. So hope you like it. 首先我要介绍这个先生，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David. Okay， 可是他的工作是要帮我翻译。不用帮你翻译，我主持就好。哎，其实葛兰先生他来自纽西兰的牧场哦，从小在牧场长大，来台湾也在我们青云农场哎服务了20多年哦。哎，创立了绵羊秀，哎，你看非常厉害哦。所以大家难得来青云农场，他也希望我们游客来到这里有跟他一样的体验哦。所以要征求一位男生哦，年满18岁以上哦。现在我们希望一个男生有没有志愿者想要体验上当个牧羊人可以吗？好，我找到了一个先生，找到了是吧？来，我们掌声来欢迎他。你看我那么胖，这个先生瘦瘦的，那个很厉害，强壮的先生，你会跑步吗？你可以跑步哈，因为你工作很简单，先生，我说1、2、3，跑步上去，干娘下来，这么简单啊？先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哈，你还敢举手吗 ？OK 哈，来，那准备开始喽。先，你还脱外套，你真的要跑步上去干娘？他骗你的啦！来，请你到我这边来哦。OK， 先生的工作没有那么残忍，可是各位，你要看这个羊下来，我用牧羊犬，很漂亮。可是你可以看我们的电视，或是过来这边，你可以看得到。来，帅哥，访问您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您贵姓，来自哪里？姓林，收牧林，台中。台中的林先生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林先生，其实等一下，您不需要赶羊，您反而需要用这个分类理粮报协助牧羊人的分类工作。首先，我要请你进到这里，台中来到青云农场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就要体验一下羊妹妹被关起来的感觉了哦。其实等一下要做这个分类工作非常简单，等一下要把剪过毛的哦，跟你关系啊，黑色放这边，然后其他让它从中间走出来。那要怎么分类？来，请你转过来，右手边放这里，右手放这边，左手放这边，观音这边打开这一边。